出鹿部落从发祥地登陆之后不断的迁移，经过不同殖民政权的统治，土地、文化以及语言不断的流失，族人为了传承文化，也为了适应现代生活而不断发展出自己的生存哲学，其过程相当艰辛，让卑南族的文化在这块土地上扎扎实实的生根发芽。